吃了一家很特别的乳物店，使用他们的无人点餐机引发了我的思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方生堂，这是一个讨论设计思维的节目。你会不会跟我一样，总在菜单面前左思右想？又不是在选伴侣，总会有人这么说。但先等一下，有没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的龟毛，而是出在菜单设计上的问题呢？走，我们进去这店里，看着菜单来点菜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开门，请进，看一下你要吃什么，跟我说。另外，这是他们传统的纸张菜单。尖峰时刻来了一桌人，机器无法一个人一个人去按，店员就会过来利用传统的方法。这时候传统方法还是蛮有效率。观察一下，你觉得这两个菜单在界面上有什么差异呢？商业午餐总共有16项供你做选择，但主要依照肉的种类可以分为牛肉、豚肉两大类。在点餐机上，这16项是全部堆在一起的，密密麻麻。这传统的菜单上就有架构感多了，左侧栏是豚肉，右侧栏是牛肉，个别的栏内就只剩下你要选择盖饭类、米饭类、面类等这样细节的差异了。而且左栏右栏是相对应的，在这个传统的菜单排版上，你只要一选好了肉类，你的选项就是直接从16选1转变成了8选1。两种点餐形式菜色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因为界面的排版关系而大大的影响使用者点餐的效率。如果好玩一点，你可以找朋友做个实测比赛，一个朋友请他用自动点餐机，一个朋友请他用传统的菜单点餐，看看谁下单的速度比较快。原来界面上的设计不只是视觉上的好不好看，更有关于资讯上的好不好理解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就叫做群组法则。你可以参考这本书《不是你太笨，是烂 UI 的错》的第4章，利用物理上性质相近的、距离相近的特征，大脑就能自动判别，将它们视为同一个群组。但如果规划设计界面的人没有考量到这个细节，我们的大脑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参照点，找到这样的规则。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啊，好困惑啊！以大家熟悉的举例。到底是念333444555，还是345345345？你感到有点困惑，但我们只要轻轻的调整一下间距，根本就没有刚刚的那个困惑感了。Magic！ 这种困惑可以不断的变化体出现在生活之中，但都是换汤不换药。看这9宫格告示牌，我们想去厕所，该往哪方向走呢？如果拉开一些上下的间距，原本9宫格没有明确的方向感，变成了3行，这样就有很明显的3支主线了。这下要找厕所在哪，变得很明确了。我们迷路去问路的几率应该会大大减低的，甚至连你要怎么在你的书柜中有效的找到书，这原理竟然也是通的。这点我也挺惊讶的，这个细节我还真的不知道。至于是什么呢？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翻书咯。顺道补充下，现在很流行的居家收纳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过程就是将收纳范围做划分。在一开始会先把你房间零散的物件通通取下，放置地板上，先进行定义区划。一个大柜子它不是均质的，都叫放东西的地方。你要划分保养品我可以放在这边，电器类放这边，饼干类放这边，日后你要使用物件就很明确了，你是直接走到对应的区块，直接把东西取出来。你要找东西也可以很明确，因为你视线缩在某一个范围，不再是翻箱倒柜，变得很有效率，很有章法。而我们可以试着怎么优化这个点餐机的界面呢？很简单，其实就是照着这个传统菜单的排版逻辑，只要把一大块表格分作2堆，一类群是牛肉，一类群是豚肉，选择消耗的精力直接打对折，从16选1变成了8选1。总结，今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没有运用好设计分类的小困扰，透过分类分群，利用物理的性质，如相近的距离、相似的颜色、相似的外观，使它们更有靠在一起、聚集在一起的感觉，提升了使用者在阅读、理解、搜寻上的效率。所以别担心，不一定是你有选择障碍，可能是店家的菜单设计真的没做好。今天的设计思维实地走走就到这里，这是一个讨论设计思维的节目。
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或者是想看我去优化生活中哪些设计不便的地方，欢迎底下留言按赞。我们下次见咯。